我们就来帮助你们，好不好？真的是没有想到是这种情况下，今天我也不知道啊。就是我能看到你们都很安全，我觉得很高兴。我待了5年的地方，我知道武汉是这么大的问题，我真的很想早点过来。我在。千万不能有什么事情。我答应你。拜托。